算了，我修这好了。这边那个废墟，哇靠，哇操！哎呦，我都还没有过去就遇到鬼咯，我操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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哦，没打到。哦，他失误了，他失误了。他还在追我，还在追我。哇，好紧张，好紧张。哎，轻松。走位了解一下，走位，走位。走位，走位，走位。走位，走位，走位，了解一下，各位宝贝们，走位。干，怎么还在追？别追了，兄弟。等一下先吃，可能会放牛给你吧。干，我没香水了，没香水，我要死了。先吃给鸟，哇哇，没给鸟。可惜，可是我觉得这边给鸟我应该是跑不掉。然后你给鸟就转到那个废墟去。没有啊，我是觉得可能给鸟给不掉，限制可能这样想。没事没事，两台了。你那边修多少了？你修多少了？修过半了。过半了，可以了。哎呀，可惜我第二下误认没躲，我躲了三次了。机械师被锁定了，机械师被锁定了。到，没差，他没差。他还在我附近，他还在我附近哦，他还在我附近。看报应，反正有大误认，大误认。小心哦，小心，他误认。这个家伙误认很。看能不能再撞一下。睡哦，睡哦，睡哦。有撞到吗？没有，他是抓你是不是？他要抓我，他想抓我。那我先撤，我先撤。我走了，走了，我走掉了，我走掉了。哎、欸，一个人在，哎、欸，不摸我吗？他走了，他走了，直接走了。中间有心跳，中间有心跳。对，我知道，直接走了，直接走。有了有了，哇！又追我来了，兄弟，别追啊，兄弟！先自先放鸟，哇！靠呗，我被抽刀。啊，这先知那个什么，这先知有救到了嘛？先知有救到了，这现在剩中间，然后我不知道机械师那个娃娃修哪一台。机械师叫什么？先知救。觉得应该机械师救先知放鸟会比较好，不然就。有人说，因为你在街市旁边，什么东西没有啦？刚刚那边就是，我就想让街市先摸我，就他死不摸我，你知道吗？我就没办法，我只能先修机啊，不然我还能干嘛？对不对？放鸟，放鸟，他放在自己身上了。对，放鸟，不然他救不到你。哎呀，那刚刚放在我身上可能比较好一点。然后他中毒症的，不然他接到了。对啊，我是说在更这，哎，哇，这个先知跑在我前面呢，他的。我操！先知被延迟误认打死了，尴尬尴尬。对的，我再跑再跑再跑。你要看要不要那个秒救吧？他上一只你们秒救一下，我去送通讯修机了。哇！没有挡到，没有挡到。你要不要来？好了，GS 等下救他吧。不是啊，GS 怎么还在玩娃娃？快来帮我修，我快好了。杀了机械师！哎、欸，机械宝贝！我接他偷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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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他偷。
没有，他没有，他手机，他手机。哦，哎呀，开开开！我去那个小门，我去小门了。好，慢走，好走。人说在玩娃娃，对啊，哦，原来他玩娃娃是要救人呐，啊。那我就想说他，但为什么还要一直玩娃娃？不赶快先帮我把鸡压好，因为他玩娃娃要救人。对啊，那就 OK 啦。他是传送吗？我不知道。没看他用哎，没看他用哎，没看他用哎，他好像从头到尾都没有在用。好像不是。我觉得应该是，那金身也不是啊，那对，就闯靠要闯我这了，我操。没香水啊，我没香水了。没了。没事没事。这个有水准，这个第五判定有水准有水准。翻。他很绕。哇，这个是什么巫术？我也是惊呆了。哇，这个是什么巫术？我觉得这个杰克的病好像有点问题。有人说我这样说小心传送，对啊，我这也是在想是不是传送，可是，哎，就那个嘛，就一样嘛，就传送一样意思啦，一样意思啦。我在想说要不要传小心传送啊，不是，晚上好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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哦，流鼻涕。哦，其实应该选传送的，你知道吗？那想要抓那个盲女。那个盲女在那个，哦，在马戏团哦。盲女应该在马戏团哦，如果没听错的话。啊，给有个封印啊！我靠，有个封印吧，拜托。怎么没有？怎么这边这么……哎呀，这个地面，小僵尸看到了，这地面干净的像红蝶啊，这个。哦，我看到。这边应该是盲女哦，我猜应该是盲女这一只。欸，盲女在哪里啊？找到你了，小兄弟。他想要跑上去啊！你看，我真的太久没有玩鬼了，这地方我不会失误的。其实，算了算了，没事，等一下再调一下灵敏度好了吧。哈哈哈！我有点愉悦。哎呀，我都想说可以打一下，然后直接接闪现，谢谢，省了一个闪现。哈哈哈！我省了一个闪现，哈哈！谢谢谢谢，我省了一个闪现哦。三小，这也太欢乐了吧！你配？这个是怎样？哎，那附近。那佣兵跑哪里去了？别打！这逃不掉的。瑞宏，对，我今天看吧，我今天可能会先打鬼吧，之后打人再看看吧。如果打人的话，那个我再问你好了，我再问你。因为之前情人节欠债啊，瑞宏，妈的，情人节打完之后，我的鬼的胜率掉到剩三十几了，这样不行。哎，谁啊？谁在摸那个条子？情人节大放送之后要讨回来啊，对不对？从我手上拿了情人节巧克力，没有啦，就应该要还一下，还三十倍啊。没有啦，那个闪现其实我觉得是佣兵太大意了。如果是我是佣兵的话，我不会这么大意啊，对吧？佣兵太大意了一点。
直接冲。佣兵太大意了啦，哎、欸，安子过来，逼住就好了。佣兵太大意了啦，如果是我的话，我会注意是不是闪现，闪现的话我就会松手了。对啊，佣兵大意了，不然那一下，如果那一下顺利的话，就算打到佣兵，也顶多就是那个嘛，顶多就是15秒准备倒地的状态嘛，对不对？哎，那怎么还不投降？这四台怎么修得完，兄弟？有人说只是想看，又没有指定，没有啦，没有啦，这个想看，但是我们没有要玩那些角色啦，对宝宝，没事的，没事的，兄弟姊妹。有人说为什么会有律师，我不知道哎、欸，我也不知道，可能想要听个 S 级律师。